背有点驼，他手有点抖，在放学的时候他总站在门口，手握着糖果耐心等候。哦，我永远不能忘怀，永远不能忘怀，不能忘怀。哦，我永远不能忘怀，永远不能忘怀，他是我的阿公。在一个蓝色的 Saturday night， 白色救护车把他载走，从那天以后他就没回来过，而我只有望着天空发呆。直到现在我才明白，他不再回来是永远的离开。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，生命的路途为何难免总要分开。现在